八卦一下，俊辰有没有磕到自己的 CP？ 一秒 CP， 我是一秒 CP 的这个姚大奇的啊，我是特别磕一秒 CP 的。啊，你在看剧本的时候磕吗？磕呀，然后但是他们经历过很多很多磨难，就是感觉为什么不早一点填起来啊？所以大家就看看剧，多支持《少年派二》。